中国法治基金会，基金会主席，我很荣幸的希望斯蒂芬·班农先生来出席的主席，专门来拯救，啊，来帮助中国所有被残害、被法律不公平对待、被所谓的反腐运动以黑反贪、以警治国啊，这个以贪反贪的这些被陷害的人，给他们公平，拯救他们，给他们自由。共产党对西方的威胁，绝对不是我在这里能说能形容的。接下来用我们的行动来证明给所有的全人民看，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毒瘤。共产党一天待在中国，它都是人类最大的威胁。Communism sucks, hard for me to give a fuck. Try to tell them and they try to keep it on the hush. Middle finger up, turn into a fist. They wanna keep the poor poor so they never rich. If you wanna see the future, look into the past. Been a century of silence, we gon' take it back. I'm just stating facts, tell you how it is. Ain't no way to change if we don't resist. Take it, take it, take from us. Tell us what and who to love. Swear I finally had enough. It's time to rise above.法治基金成为了中国人在海外最真正的家啊。法治基金让中国第一个要有法治啊，公平，让人们不过得像猪狗一样的生活啊。我们要就第一个大声喊出来，干倒共产党，干倒 CCP 的人，这是班农先生我们现在的使命啊，永远不会改变。所有给法治基金捐款的人，留好你的票据，因为这个地方法治基金这个大楼将成为中国人现在唯一的合法的希望。法治社会法治基金是中国人的啊诺亚方舟，它不是口号，这不是那么多年欺民贼只捐款，从来不说捐款去哪，只伸手要，从来不给，永远拿历史来要你的命，要你的钱啊，从来不给你们，只给你要。法治社会法治基金绝对不是。七十年他把中华人民奴役，还让这片土地变得满目疮痍，全世界投毒制造各种生化武器，我去，他答应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三代爆料携手再有新天道，震惊我中华同胞兴起了灭共浪潮，壮志冲天枪看那国旗飘飘，灭掉邪灵恶党，山东阳光普照，英战不抛弃，不放弃，不忘记。法治基金是中国人的诺亚方舟，如果这个时候没能力没决心给你们发这些口罩，那不配，那就是骗子。你拿到这时候别宣扬，因为有共产党还在，把这些口罩给分享给家人，分享给你亲信的人。亲爱的战友们，法治基金绝对是中国人大家的法治基金，不属于任何人的。法治基金的每一分钱必须用于中国人走向法治社会，干倒共产党。法治基金的每个捐款者都应该优先
得到法治基金的庇护照顾。法治基金每个人捐的钱，每个人都要在未来啊优先得到法律基金的救助和支持帮助。感动了天意。Dear mama, are you okay over there? Your son is crying and missing you. And sees you in his dreams. You send Trick down to CCP, 'cause it's God's will. It's God's will. And so I'm with you, and I'll see you when we get in the CCP. Yeah. So.I'm putting up a fight to protect my family. Let's take down the CCP. They might have made a virus, but the virus is them screaming no more death, 'cause together we stand. It's just you and me. It's just you and me. Taking down the CCP. 你对爆料革命的支持啊，这种决绝的支持，郭文贵终生不能忘，爆料革命终生，所以万分感谢，万分感激。任何给法治金捐款的人，都是把命和安全百分之百的相信了爆料革命，相信了文贵只能为你每个人所做的，就是灭掉共产党，让中国有一个法治的信仰自由的中国。妈妈，我们的哭泣。已经感动了天地，感动了天地。